哦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超大？哦。嗨嗨，我是雪兔，今日我们要来玩的是 Roblox 的宠物模拟器。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2点了，我们的更新呢还没开始，哎，刚好更新。那我们在看这个更新之前，先看一下这一次的改版改了哪些东西。因应现在4月份刚好是美国复活节，是吧？这一次的话是复活节的大更新，有新增一个币，是复活节币。Easter coins， 复活节的岛屿啊，复活节的货币可以来去孵化复活节的蛋。这一次新增的复活节的宠物，哇哦，有8只新宠物跟4个新的 huge pets。太阳蛋变成一个很神奇的色彩，那个色彩感觉很像彗星虫，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？而且它这次是有兔子，我能感觉到番茄要沸腾了。兔子，不知道那兔子是 huge 还是它有真正的兔子跟猫咪兔兔版本呢？哎，这4只 huge 都好可爱哦！复活节的蛋的话，目前看下来是 350K， 现在刚改版，应该会是最好刷的时期，所以要赶快趁现在啊！复活节蛋蛋的 hunt 是什么东西啊？彩蛋寻找，真正的彩蛋寻找，然后会从12点开始。寻找并且孵化100个复活节蛋 ，5 mega Easter eggs， 有一个特大的蛋，就是说这是4个新的复活节宠物啊，然后包含这个兔子要靠这个活动才拿得到啊，然后有新的复活节任务，有兔兔小屋哦，兔兔小屋是要干嘛？滑板兔哎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屋子里面有小有板板哦，你只要解锁这一个复活节的任务，就可以拿到这一次的兔兔滑板，然后你可以拿到复活节的看板，是这一次复活节特殊氪金礼包。对，它好像不是独家哎，因为它这次可以免费获得，就是你现在进入游戏会看到上面有一个读条，它 huge 的趴是不是1%哎？高哎，很高哦。是真的高哎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整体的活动吧。上一次 Arrow 的活动已经没了，Arrow 的活动被移除掉了，所以抽不到 Arrow 猫猫的就没机会了。Arrow 猫跑酷哎，哪里？你在哪边进去的？哦，一开始在哈扣，我在哈扣，我跟你在同一个世界吧？没有吗？这一个是要跳起来了，哇！原来是那边哦，跳，要跳，那我用气球泰坦不是更好吗？哎，这个小跑酷感觉很有新意耶！哎呦，我差点掉下去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我到了复活节小森林，他这边所抽的是猫猫 ，Easter 2023。这一个没显示出来哎，我抽了它没显示哎，你是不是 auto delete 了？ auto setting 看一下。哎，谢谢。Yeah, I forgot. Thank you. 它的 legendary 的金色是 1.83， 我先来开复活节的这个门好了，我看一下哦。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要打破200个复活节的硬币，复活节的硬币哦，就这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可以不用担心说，哎，你任务破完了，然后它没有提示。现在只要破完任务，它就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已经破完了，趁现在快打。你各位现在看到这支影片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是最好打的时间，再晚一点它的那个掉落率就会往下掉哦。当初水果那些也是，水果才刚抽的时候，那水果都是在遍地开花，当它过了1-2天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水果掉落率怎么好像变低了。虽然我觉得这个币应该会溢出。好了 ，OK， 我要上去看了。它就不能有一个像是大炮直接往上射吗？我就不能打个 please 就上去吗？我赌他第二阶段的任务应该是要打大蛋，怎么可能不是？30个大颗蛋蛋 ，OK。
哎，金色的，结束了。好，我看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该不会是要抽100颗蛋吧？孵蛋任务，孵100颗蛋。谁还在看？100。哦，他说这个任务是要搭配一点的啦。他说 find and open 100 egg from the Easter egg hunt。而且他那个蛋啊，彩蛋寻找蛋跟我们一般孵的蛋的内容是不一样的。怎么样？我这样的发现了，八个也可以用。好，我来看一下现阶段的话，他的战力值比猴子就高2，其实还好，因为这个复活节的硬币呢比较好打到，这个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可能会蛮不错的。他的 mythical 比独角兽还要再高个1耶，18.7Q， 他最高战力可能会比闪的独角兽还要再高个15-20，这又是新一代的第二强的，第一强的一定是 secret 啊。阿神抽到 huge 嘞，太快了吧！他去买那个蛋啦。我想说他孵蛋孵到 huge 也太快了，这运气神级的好哎。没啦，用金钱的力量。哎，开了，真的哎，拿蛋蛋，不对，拿滑板耶！这个兔子没有什么用处哎，就是拿滑板而存在的。两速兔兔板板，两速兔兔板，好可爱哦！所以这个蛋是要怎么？哦，旁边有蛋呢，这个啊，哪里？我哪里？哦，它可以直接这样子找到100颗蛋孵哦。每4个小时可以找100颗蛋啊。那这个抽蛋，我们的加成药水会有用吗？大家的孵蛋是一样的吧？我猜，没吧？我看你一直抽那个格里芬哎，没有，我说大家孵蛋的位置，哦，位置一样啊。我想说几率没有，你那个一直抽格里芬，绝对几率不一样，不是那个大蛋几率比较高吧？照理来讲，我们应该都可以一起看到才对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超大？哦，开 ，Mythical！ 哎，我们有那个免费的哦，拿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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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哈，这个100个刷完就是刷四次。包换伺服器会重置哎、欸？会吗？不知道。吹波呀！好的，哎。那个王国里面真的有2颗，王国哪一个？瀑布里面真的有2颗哦，那我最后就是他嘛，他剩下2颗。Last， 我还缺一颗在哪里啦？你没有什么特别刁钻的位置吗？还是你们都不记得了？没有特别刁钻。最后一颗。哇，你是我们这里唯一完成任务的人。是有奖励啦，有送东西，有啦，他有给钻石啦，20N钻石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现在把那个拿去卖、欸？买了2个4.5B， 花了9B， 来，开，开，哎呀，来开一个。开，来吧 ，huge！ 啊哈，没有，小小的无法接受，怎么有人那么快就可以抽到那个复活节兔啦？太强了吧！阳寿人，我的超人，真的阳寿哎！好啦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已经把所有复活节该看的、该找的都已经全数都揭露开来了。复活节的任务呢是蛮有新意的。那如果你在这100颗蛋呢开到了复活节兔，哇，恭喜你，现在就是一个百逼富翁了。我不大确定它最后的价格为多少，但现在确实可以卖到
次500 B 左右，可是你卖到快接近一 T 是真的有点夸张了。这一次所给予的这个复活节蓝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免费的一个，就一个而已。如果你想要再拿到的话，它应该没有一天一个吧，就应该就是一只账号就一个免费的吧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雪兔，我们就下次的宠物模拟器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拜拜。